来看到双十国庆焰火，今年首次移师到云林县来举办。国庆筹备委员会提前在虎尾高铁特定区释放了3分钟的焰火弹，绚丽夺目，吸引邻近的县市民众到现场先睹为快。绚丽的焰火在空中绽放，夜空被点亮起来。从远处看更是壮观，地上犹如喷泉一般的焰火跟天上的相互辉映，有的像霓虹灯在空中闪烁，还有焰火直冲云霄，绽放后形成一把五彩斑斓的鎏金巨伞，红的、黄的、绿的，色彩缤纷，光彩夺目。国庆筹备委员会提前在虎尾高铁特定区释放3分钟1200多发的4寸焰火，民众聚集观看，人手一机朝天空猛拍，要拍下这精彩。很幸福啊，不用跑到外地去了，在自己的家乡就可以看到了。双十国庆焰火今年首度移师到云林县举办，10号晚上将有41分钟约3万发，而且是6寸、8寸烟火搭配交响乐，还会有400台无人机升空，更有看头。所以我希望10月10号也能够再来参与一次。只看释放不过瘾，国庆当天还要再来，预估将涌入大批人潮，民众都很期待。记者郭俊毅云林报道。